名言喽。请进。碧玉无门。公子，你好坏啊。有请天罡魁首众星归位。等你们很久了。300年了，是时候出去走动走动了。那书生身上的纯阳精气对老师很重要的，要拿回来。你不知道我是来杀你的吗？如果我的命对你那么重要的话，那就拿走吧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因为我喜欢小倩。姥姥，吃里扒外的东西，黑山老妖，有本事冲我来！变化万千。我叫聂小倩。聂小倩。聂小倩。小倩，小倩，小倩，小倩。